事情了。今天7月18号，请问我们现在要干嘛？阿朱讲过来，转过来讲。是个比赛，跑到那个楼梯那里。看谁先赢，是不是？好，来这边，阿姨来当见证人，准备好了没？来，这里都不能超过。阿姨喊口号啊、哦！我要到那边。阿姨喊口号了，准备好了没？你们？你那个比较近。准备好了没？差不多了。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预备，冲！做声音。守护旺，看起来好像是 Daniel 赢哦。All right， 当记者是很辛苦的，拍下我自己。